好，那我们就是欢迎同学来到节点13-17，我们13周的课程就要结束咯，加油加油。好，那我们呢在吴淡如你在学校什么人的第二次来谈这篇文章的话，我想要让同学 focus 的学习目标是能够思考自己对于爱情的条件。在我们的文章里面的这个吴淡如呢，他是说不应该呢迁就时间而宁缺毋滥啊，对不起，宁滥勿缺，偶想颠倒。就是所以大一教大二翘啊，大三拉起抱，大四没人要，他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急。刚刚上个节点最后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你一直急着去找一个人来陪你，可是其实你并不知道你想要寻找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他认为最应该问的事情是你想要寻找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不应该迁就时间有限，就是你一定要在大学里面找到男朋友女朋友，然后你就随便找一个，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应该要宁滥勿缺，就是要好好的去寻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是寻找他认为呢是喜欢的人。那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喜欢的人其实听起来是很言而怎么讲呢，好像是很有道理的样子，可是呢实际上你仔细去思考，你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说当然啊，每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人吗？吴淡如呢在他的文章里面呢，他是这样子的，他是认为说我们是要找一个喜欢的人，而这个喜欢呢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看的条件越高身价就会越高，恋爱就会谈得好，他认为这就是错的，因为看的条件越高只会让我们挫折越深，我们要用心来找喜欢的人，而不是用那些抽象的条件来找一个喜欢的人。好，那要找一个适合你的人，和你相处的人才是实际的事，怎么能够叫完美呢？也就是说他很强啊，对不起，这里看发现这个像写错了 sorry 那总之呢，他说找一个适合你的人，能和你相处的人，他就这叫做实际的事情啊，怎么能够叫完美呢？那所以我们所谓的条件，用条件，他认为用条件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呢，并不是用抽象的条件去找，而是要找一个真正适合我们的人。那我这边呢想问同学，就是说那这个说法呢显示出什么呢？好，这个说法呢显示出什么呢？这个吴淡如的说法呢显示出他认为呢喜欢一个人呢跟条件可能并无关联。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我的条件开出来的条件是他身高一定要180，可是今天呢有一个170的男生然后在我面前，他对我很好，但是因为我的条件，我开出去的条件是希望他180，所以呢我就不会喜欢他了。那这个呢就是喜欢一个人跟条件有关系，可是呢那如果说喜欢一个人跟条件没有关系，就是说我喜欢他，也许他是170，但是我一开始开的条件是180，那也没有关系了，因为我的条件呢比我心动这件事情呢要摆在更后面。好，那这个所以呢喜欢一个人呢跟条件呢在就没有关系了。那对这个吴淡如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所提出来的爱情观是喜欢一个人呢跟条件呢他认为呢是没有关系的。好，可能呢并没有关系。那因为呢他说这是为了我们要找一个适合你的人，能够和你相处的人，他觉得这才叫做实际的事，怎么可以叫做完美呢？这个就适合你呢能和你相处的人，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爱情里面呢希望遇到的。就是你与其呢因为我们如果要相处的长长久久那是不适合你的人，我们相处起来是很辛苦的，经常就是有一些摩擦啦或是什么啦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彼此是能够了解的，然后能够相处长久的，那这样子呢我们是可以继续这样子
长长久久的在一起。然后他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重要是适合这件事。那后面呢，他还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会很在乎，就是我们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就是我们寻找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有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他就说，不知你发觉了没有，你容易对他一见钟情的人，也会有很多人对他一见钟情，除非你的眼光真的太特殊。意思就是说，其实总是有一些人很容易受到大家的青睐，就好像是那些偶像明星啦、蔡依林啦、罗志祥啦、或者是维里安啦，或者是谁呀、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你也喜欢他，别人喜欢他，所以这就是人缘嘛。那你喜欢如果我们就我们个人的爱情讲，你喜欢的对象他也被别人喜欢，那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的条件够好。好，那所以说呢，他说让人一见钟情呢，多半是美丽的，是比较成功的。总之呢，他一定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哈。但是呢，如果每一个特殊的人都必须爱上每一个对他一见钟情的人，那就太辛苦了。好，所以如果对方你对他一见钟情，但对方钟情的不是你呢，就不需要太难过，因为呢，这只是因为你不适合他，而他也不适合你，所以呢，并不需要因为这样呢，就对不需要这样子呢，就对自己丧失信心。所以这个说法呢，他是想要告诉我们说，一见钟情呢没有结果呢，其实并不特别啊，一见钟情呢没有结果呢，并不特别。好，然后我们经常会觉得这样子因为我们失望啊，受挫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很悲惨。好，可是呢，事实上我们一见钟情呢没有结果，就吴淡如的分析呢，他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所以不需要呢太过难过。嘿，那他后面呢还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是他认为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观察他，不带批判的做他的朋友，观察他，而不是批判他。同时也观察自己和他当朋友是不是感觉很好，观察他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他这边的意思是，还特别再加一个地方说明呢，什么是成熟。他说到美国呢，有一位知名的牧师，然后他写了这个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我们之前有写过，跟同学介绍一本书叫父母会伤人，结果这边还有一个家庭会伤人。总之呢，他这里面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标准。他说成熟的标准是什么？他说他是不是能和自己的家庭维持良好的关系，又不受家庭所摆布，有自己的人生和看法。好，那这个成熟的意思就是并不是指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道德啦那些方式来处理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他这里的成熟的定义是指跟自己的家庭维持良好的关系。好，那这个而且下一句也很重要，就不受家庭摆布。因为有的人呢，连跟家最亲密的家人呢，他的相处虽然很好，可是是父母亲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他没有自己的人生的看法。好，那他这里提到是成熟的定义是这个，也就是说吴淡如这里呢，他所提供的看法呢，是他认为我们在寻找什么人他认为最好的对象，他推荐的最好的对象就是成熟的人，只有成熟的人呢才能够懂得爱自己，也懂得爱别人。那不过我在这边倒是觉得很有趣，就是先我在这边呢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篇文章的架构是怎么样子的。好，那各位同学现在所看到呢，就是这篇文章的架构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事件写起，说呢他在演讲的时候呢，遇到有一个男同学的发问，那他前面花了一些篇幅呢，就是很轻松的在描写这个男同学发问的情况，那后面呢他在论说道理。那这个他首先呢关于这个男同学呢，说他怎么样才能够
就是找到他喜欢的人呢，他提出的建议是不要急。那我们在上个节点的时候跟同学提到，就是说当我们把大学呢当做一个封闭式的时间段落的时候呢，越过了这个时间我们就再也没有爱情，那你就会很着急。可是事实上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子。好，那他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人，你不要急，你要知道你在寻找怎么样的人。然后他第一个提出来是我们在寻找喜欢的人，好，寻找喜欢的人。好，那第二个呢，他是提到说我们在要怎么样寻找喜欢的人呢，我们要用心去寻找。好，那因为他提到了喜欢的人嘛，所以呢他接下来必须他就去处理就是一见钟情的事情。因为有在大学里面特别是说有一些同学过去可能在男校或女校，然后这彼此之间的就是跟异性的互动彼此之间很少，所以很难去拿捏说对方到底是在跟我做朋友呢，做异性的好朋友呢，还是说他对我有意思，或者是在这个异性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的心呢砰砰砰砰砰的跳了，对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所以他这里用的是一见钟情这个词语，就是说我们用如果我对对方心动了，一见钟情了，那对方是不喜欢我，是不是我很差，还是说我喜欢对方，对方不喜欢我，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他是花了一些力气讲这件事情，他觉得是想告诉大家说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喜欢的人呢本来呢就是条件上面可能不是条件，就是说是比较容易被注目的齁。那在这之后呢，他在提到说其实他觉得呢我们应该要寻找的呢是一个成熟的人，他如何去判断成熟呢，就来看他跟家人之间相处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来那个吴淡如在这篇你在寻找什么人在讲这个大学里面的爱情生活的时候呢，他大体上的论调就是第一个是时间的部分不用急，然后我们要确认就是我们是要用心去寻找我们喜欢的人，然后呢我们要去找一个成熟的人，因为成熟的人呢才能够跟我们就是好好的相处，适合我们。这个地方呢也跟同学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这个成熟的人。因为我们在至少在现在的爱情观也还是如此，就是说爱情之后呢我们可能恋爱之后呢我们可能呢如果有缘分齁，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结婚，那结婚之后我们就共组一个家庭了。所以如果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对方的性格就是有缺点的，就像我们刚刚看我们前面几个节点看到的那个分手然后他开车去撞他的女朋友那个故事那个新闻，如果这个女生没有跟这个男朋友分手，然后呢后来呢他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分手嘛，这个男的不愿意，那到最后呢他们真的结婚了，那真的有小孩。好，那你觉得各位同学不妨想象一下，那在这样的家庭里面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孩子共组了家庭之后，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是不是稍有不如意就是这个爸爸一定会很生气，这个妈妈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话，这小孩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话，所以他这样子会造成这个家庭里面其他的人有很大的压力。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做自己的时候就会被爸爸呢，你看就是他只是要跟大家分跟爸爸分还是女朋友想要分手都不行的，那如果当了太太想离婚那么就更完蛋了嘛。所以当我们遇到的那个对象他的性格是不成熟的，我想吴淡如对这一点呢他是看得蛮多的，所以他才会特别强调这件事，就是要遇到一个成熟的人，要找一个成熟的人，而且他还提供了怎么样去检查对方的成熟。所以这个成熟呢并不是在路上呢就是对不起真的是能不能用道德能不能用 EQ 去处理生活上的事情而已。他提出了一个更难的，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他跟家人的相处，他跟家人的相处能不能很顺畅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我
我们呢，接下来呢，我想要再往后面去一下，就是我这边呢，想问同学一个问题，在这个节点结束之前哈，就你来看呢，吴淡如在文章当中到底有没有提出应该寻找什么样的人呢？有吗？好，他讲了第一个，他提到是要喜欢的人，可是他对喜欢并没有下定义。可是这个为什么他不下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很模糊，可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那另外一个是成熟的人，所以他在文章当中其实是有暗示我们应该寻找，是有明示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样的人。那么对各位同学你来说呢，你在大学的爱情里面，你想要寻找什么样子的人呢？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